不是家，人家是这次捏够了。哦，这周几亩够了？六十一上十亩了。上十亩。嗯。这够量多少是买？啊。哦。啊，够量。哦，你这是够了。我说这够量又少了吧？哎，可多了。可多了。哦，你这家够了，又贴了啥？够够量好买。哦，够量好买呀。买了主要是干啥？那个人们围住。 不知道人家弄啥个了，啊，不知道。酒个了，不干的。啊，酿酒。啊。酒是这酒。酒是这酒。啊，高粱酒好。哦。哦。最后几了？这一亩高粱能打多少？哎呀，这就是。那个后地里当一千五六、一千六去了。啊，这一亩地里哦，地里当的多。一千五六。哦，这就是。这一天能卖多少钱？一天呢，九毛五，我的是九毛五。啊，九毛五。那要算下来一亩地要1000多块钱。哦，也1000了。这狗粮多三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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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比玉米好卖。啊、哦，玉米你爱好卖，玉米好卖是它叠加到九个。哦，你就是每年都种点高粱。哎，年是盼了，棵树够了可以活三次。